最多的。但是，他们给管，他打了，犯人的。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，准备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款的要求，并且建议将此写入联合声明。我方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，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款而加重负担。田中首相表示，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，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，日本应该积极地评价中国这一友好的表示，并且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。随后在联合声明当中载入，中国政府宣布，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